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Y Music Room。这次我将让大家零基础，无需实体钢琴，马上学会弹这首经典歌曲《恰似你的温柔》。这首歌非常简单易学，即使你是第一次接触钢琴，也可以马上学会弹。第一次观看我的频道的朋友，在这里我使用的是自己编排的 SY 特色指谱。第一次接触的话，请点击以上的链接观看入门视频，认识两组音乐术语，就可以开始使用 SY 特色指谱了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《恰似你的温柔》这首歌的歌曲结构。这首歌的基本结构是 AAB， 也就是说，它的流程是 Verse 1 Verse 2，然后最后是 Chorus。 在旋律上， Verse 1和 Verse 2的差别只是在第三和第四句。接着是《恰似你的温柔》这首歌的布局。今天我们弹的是 G 大调，把 L1 放在 Do， 然后左手的其他手指跟着分布下去，像这样。右手呢，把 R1 放在 Re， R2 放在 Mi， 这个 R3 呢，因为是G 大调，所以我们要弹的是黑键的发，然后 R4 在收， R5 在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开始弹歌啦。首先第一句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。好，第一句是 R2 开始，二二二三二三二，然后 R 一二，来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第二句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L 一开始 ，L 一一二一一，然后 R 一 R 二，然后 L 三，我们来试试看。L 一开始，好，来到第三句。难以开口道再见。L 二 ，L 一，然后 R 一一 ，L 二三四，来试试看。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一句是 L4 开始，然后 R2 2 2 L1 R1 2 1，试试看。到这里就完成了 verse 一，进入 verse 二，前面两句是和 verse 一一样的。我们再来练一遍吧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。L 二开始。
我们却都没有哭泣。L 一开始。好，来到 verse 二的第三句，它就和 verse 一不一样了。让它淡淡的来，从 L 二开始 ，L 二一 ，R 一，然后 L 二三四，然后 R 二，来弹弹看吧。来到第四句，让他好好的去。L 一，然后 R 一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记得这边 R 三要弹黑键，来试试看吧。进入 chorus， 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的 chorus 只用到右手，所以这时候呢，左手就可以休息了。好， chorus 的第一句，到如今年复一年， OK，R 一开始 ，R 一二三四四三四，来试试看吧。是怀念。R 四开始 ，R 四四三二三二二，来试试看吧。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R 一一二二。三四三，但愿那海风再起。R 一开始 ，R 一二三四四三四。只为那浪花的手。R 四开始 ，R 四四三二三二二，来试试看吧。好，最后一句，恰似你的温柔。R 一二。一二一二四四，来试试看。好，弹到这里，我们已经完整的弹完了整首《恰似你的温柔》，非常简单易学，并且呢，非常的经典。你学会了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这次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收看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有想学的歌曲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以最简化的方式让你零基础就学会弹。那我们下次见。